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牧师第二次用小学的华语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，希望你们能得到帮助和鼓励。福建人说，人吃到老，学到老，这句话鼓励了牧师。所以从今年起，我就开始学华语。请你们为我祷告，谢谢。今天我们要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二十节，上帝人照着原因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的、所想的，这是上帝鼓励的话。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常常祷告，用信心祷告。还有呢，耶稣说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奉你们靠着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得着了，就必得着了。祷告是跟上帝讲话，祷告喜欢上帝的耳朵，祷告是我们的力量，祷告会改变事情，改变生活，改变我们的痛苦。诗篇九十五篇第二节说，我们要来感谢上帝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哇，这个很重要的啊，常常感谢上帝，唱诗歌，感谢他的慈爱、怜悯、祝福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，你们求一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甚见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上帝是听祷告的主。还有约翰十四章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 Amen。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祷告。耶稣书一章第六节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，不摇动，要有全心来祷告。不是这样呢，还要用谦卑的心来祷告。上帝坚固谦卑的人，是恩典给灵敏的人。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故事，记在路加十八章第十节。耶稣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书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不义奸淫，
也不像这个书里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饭我有的都减上四分之一，是三戒。书里严严地站坐，连珠眼睛看天，不敢说什么，只说上帝啊，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你知道吗？耶稣在十四节说，我先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个倒算为义的人，因为翻之高的币谦卑的人就会升高起来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带着谦卑的心，不要骄傲，不但要有信心祷告，我们要对上帝有真心的祷告。记在哪个书？一章第六节，你要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忧耗，因为忧耗的人就好像海中的猛浪，被风吹动。这样的人不想从主耶稣哪里得到什么要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到主上帝的面前祷告。耶稣还说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了。上帝是很爱我们，我们的需要就是上帝的机会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可能帮助我们。哇，我很高兴这个诗篇四十六章第一节说，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，他可能帮助我们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。所以第二呢，上帝可能医治我们的病痛，如果我们有信心祷告，上帝一定会医治我们的医而痛苦病痛。第三，上帝可能保护我们，我们知道摩西 baby 的时候上帝保护他，就是卖去埃及做奴才的时候上帝也保护他啊，耶利米书上帝也保护，保罗也上帝保护。所以每个人信靠主的侍奉主的，上帝会帮助，会医治，也会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啊、烦恼需要交在上帝的圣圣手中，所以我们有上帝就不必怕了，就不必操心了，可以放心。 OK， 保罗写信在腓立宾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义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恳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第七节，上帝所应处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等候你们。你们的信心啊，怀疑念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他是很好的上帝。我记得15年前
牧师有肝病，肝病的时候就进就医院了。开刀后的时候，我醒起来的时候，我听见《以弗所书》第三章二十节，清楚上帝的话在我的耳朵告诉我说什么呢？上帝人叫做这隐形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。所以感谢主，经过了十五年，现在我的肝也是很轻很健康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的上帝对他凡事都可能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切切热心来祷告，依靠上帝，相信他的应许，他就不会失败我们的。我们的上帝是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祷告，现在天父上帝，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主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能做万事的，你是全能的上帝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对我们说你爱我们，你要祝福我们，你要帮助我们，你要医治我们，你要跟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经过很多的痛苦，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，牵我们的手，我们一点都不怕。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在天父的圣手中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的弟兄、我的姐妹们。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